欢迎收听善记读书会，我是主持人江倩。这本书的作者呢，是新加坡善记医社义务执行主席拿督司礼卓顺发太平绅士呢所编著的。这句话呢，向我们传达了关于修养和智慧的重要性。上善若水，厚德载物，表示善良就要像水一样柔软而有力量，能够包容和支撑一切物质和精神的重量。这告诉我们要具备高尚的品德和修养，才能够承担更多的责任和挑战。德高望重，智慧如海，强调了智慧的重要性。德高而能够让我们放眼望远，看到更广阔的世界，而智慧则可以让我们深刻理解事物的本质，做出明智的抉择。